亲爱的父老乡亲，大家好，我场空啊，人不疯狂难以成王。今天搭了个小桥过来，在树上钓啊，就是这么疯狂。哎，钓鱼就是这样，看到好位置就想方设法尝试一下。今天跟星爷，绿色衣服那个，躲在角落钓小鱼，咱是搞高端局的，咱们高端局的。今天这种刁钻的位置没什么好说的了，直接拿出鸡竿吧。还是3米9的龙鳞。昨天为了摸清这个位置的结构，非常挂底，损失了3个浮漂，一个在那里，一个在下面，还卡在那里拿不出来。说来了，行，那你钓那个钱，还是钓那个鸡竿？划漂。不像白条哦，来了，来了，这个大尾，不大，哦，小鲤鱼。看到没有，暴力回鱼啊！很肥这个鱼，这个是荷包鲤了，很短，肥胖。来了。哦，不小呗，我去，不小，直接暴力收线了。今天这边水面上不挂，水底挂，不能让它下，不能让它下去。小鲤鱼，别起哄啊！别起哄啊！你们呢？今天鱼口有点差，一个早上就来2口，刚补了点窝子，中场休息一下。有口吗？没有啊。大师有口吗？没，也没口啊。走啊，去钓草鱼啊。10斤8两的。鱼货太小了。有2个鲫鱼，还不错吧？收竿了吗？对。准备收竿。没错。我们再钓一会吧，闲着回家也是闲着，还不如在河边吹吹这个凉风，舒服呢。来了，哇，这有大，刚拿手机，竿尖已经被拖动了，赶紧，哇！赶紧拉起来，它钻下去就完了这一条。哇，正面硬刚，正面硬刚，不惧它。哦，草鱼，这个位置好，哇，这个位置好啊，不会挂底这位置。哦，痛快。
来吧。妥了，哇，这草鱼，这个草鱼有点不正常，有点短嘛，新能源光顾过的，这个应该是被新能源搞过的，是吧？这么短的，又来了，哎，哇！什么情况啊？也不知道是什么鱼。黑漂啊！我去，赶紧接着！过来呀、啊！哎呦，过来呀、啊！这么危险！哎呦，装不下了。这条大肚子的，放它一马吧。功德加一，这个绝对是草鱼啊！你看它嘴巴，看嘴巴就是草鱼嘛。这不是草鱼是什么？现在河边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有点冷清这一回。早上的时候还有五六个人，连星爷都走了，他今天放假回家。给他整两条鱼回家。来了，哦，这条还可以呗。鲤鱼，哎，小卡拉米，直接飞吧。为什么鲤鱼的冲击力这么强啊？直接飞，感觉如果鲫鱼有这么大就爽了，可惜是个鲤鱼，当场放生吧这条。哎呀，没口，收竿了。回家，
陈总，开饭。嘿，四个菜，生活奔小康没毛病了，这一波。青菜。番茄鱼，鱼骨鱼头，黄豆剩菜不吃。哇，老兵啊！这鱼片应该好吃，因为回来的时候没剩几块了。